近日，中国新闻网官方再一次点名推荐了肖战，这一次是推荐肖战冰球队七号队员。雪场上的肖战太有活力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官媒还发布了肖战九宫格，评价肖战挺像样，九宫格都是肖战身为七号队员时的工作照。中国新闻网官方表示，挺像样，肖战体验打冰球，趁着北京冬奥会热，再来看看冰球队七号队员肖战吧。分秒必争，竭诚相待，冰刀划过留下了拼搏的痕迹。紧接着，官媒还发布了肖战七号队员的九宫格帅照，是肖战的精彩瞬间，每一张都非常唯美，怎么看都非常好看。话又说过来，中国新闻网多次推荐肖战，仅仅过年期间，官方就邀请肖战录制祝福视频，还对肖战进行专访，看得出来和粉丝一样，是发自内心认可和欣赏肖战。当然了，官方还会时不时点名朱正廷、丁程鑫、王源、易烊千玺、王一博、蔡徐坤等艺人，都是多次获得认可的优秀歌手和演员。再回到肖战身上，肖战真的是一位非常努力且踏实的艺人，只要站在了舞台或赛场上，肖战都会全身心投入，保持全神贯注，竭诚相待，留下拼搏的痕迹。肖战尽管不是专业运动员，但是肖战会认真学习各种技能，为前辈喝彩，向前辈学习，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会评价肖战挺像样。肖战非常努力，肖战继续保持谦虚和努力的态度，期待肖战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取得辉煌的好成绩。